不来机场接我呢？人家都去韩国3个月了，你都不想人家呀？啊，你来了，搁哪儿呢，老公？什么来了？我看到您，你是我儿子，滚一边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老公哈，就是你现在要站在我跟前吧，你都不一定能认出我来。因为啥呢哈，我这3个月吧在韩国让韩国人给我整的，哎妈，老漂漂了，从37一下干到15、16、17。哎，就刚才哈，就过安检的时候说啥没让我过，我当时差点没跟他急眼。后来吧，人家说你这照片上这不是你奶吗？啊，不是，哎妈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现在谁都看不出来，我现在冷不丁一照镜子吧，妈也给我吓一跳，真的太漂亮。老公，现在你看着我哈，你肯定嫌我奔儿吧的，你信不？什么玩意儿不信呢？哎妈，你咋还不信呢？你不信我找个人给你问问，这腻你这人。哎，老公，对面过来个男人，我问一下，你看他能不能看出我37啊？你听着啊。干啥？你看我多大？瘆人不？给我吓得，我以为你要抢我这半拉西瓜呢。你看我今年多大？看了能咋的？看一下有多大嘛？看也白看，我有媳妇儿。哎呀妈，我也不嫁给你，看我眼能怎么的呢？是不能咋的，看完你是不能咋的，看完以后我媳妇儿给我咋的，你知道啊？哎呀妈，大哥，原来你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啊！哥，就看我一眼了啦！你说啥？本身天吧就起痱子，你这一摸起鸡皮，鸡皮疙瘩了都。看一眼，你能让我走不？嗯呐，哥，你看我多大？看哪呀？年龄？看哪呀？往哪看呢？多大？你也就18、19岁啊。哎呀妈，老公！老公，你给谁的老公？你有病吧你啊！哎呀妈，老公，哎，你刚才听见没？他说我就18。啊？还不信呢？什么玩意儿？那人说话就彪呼的。那我这回给你找个老实的，怎么这样呢？那老公啊？那人我瞅着胖乎，长得敦身的，肯定说话能靠谱。等我过去问他一下哈。眼镜哥哥，你看我多大？也就50-60岁吧，是吧？说话太不负责呀！你直接把我说没了得了呗。50岁。我说你就你那眼神，我跟逮钱去了。还是50-60岁。你把眼镜摘，你好好估估，你看我多大？你走近点，你估估，你看我多大？60来岁。谁呀？50-60岁。别瞎说，你哪哪瞎点评？我说你的。年轻人说话注意，别老上手，啥关系看不出来吗？这么有夫妻相，你看不出来？对不起哈，我现在小年轻人可狠了，哎，专门挑他老的钉。我告诉你，你想干啥？你别老这样，我还怕。有啥可怕？你想干啥？不是，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你想干啥？你说吧。不是，我就是我俩就探讨一下美容的问题，我这还没等问你就来了。你跟他探讨美容。嗯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你是从韩国刚回来吧？嗯呐。你是不是从泰国刚回来？你
你吧，你跟他别探讨美容行不行？你要探讨，你就跟我。我老公刚给我搁泰国整完。你赶紧上这个台。那你看我今年多大呀？你也就十八九岁啊，孩子。哎呀，老公，天哪，他也说我十八九岁。哎呀妈，这大姨眼神太好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年37了，你猜错了，大姨。你给我叫啥？大姨。你37，我36，你比我大一岁。36啊！哎妈，你长得太不靠谱了。原先特别靠谱，后来我们家老梁挣完钱以后就没处花。我说你自己做两套衣服，他不仅就做一套，就全带扣片的，就喜欢这中式的，就给我投资上韩国整了。整完以后呢，没太整好，就上泰国整了。原先没整之前吧，都挺好，是吧？整完以后吧，也像十八九岁，像你小姑娘似的。但俩月以后吧，就坏了。怎么的了？原先没整之前吧，就胃下垂，现在整完，哎呀，哪都垂了。能喜欢我吗？你肯定就不要我了呀！你给，哎妈，不对呀，老公啊，不对，今儿说话太不靠谱了。他肯定是对我羡慕嫉妒恨，肯定是觉得我太飘飘了。哼，哎呀，我必须找个人，问明白的。老公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你等着啊。这边有老头儿，实的婚的，我问问他。你等着，别着急啊。过来了。买地瓜呀？买啥地瓜呀？我是说呀，你看看我多大啊！爱吃火大的。这老爷啥破耳朵呀？你说呀？你说谁破耳朵呢？我这句你咋听着了呢？时好时坏。妈，还讲究啊？一个卖地瓜有老头，有啥可讲究的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大爷啊，就是吧，就是我就想问问您，你看看我今年多大？看你年龄有多大？这孩子不好看呐，不好看年龄啊，我看年龄看不出来，除非看吃相能看出这人有多大。看吃相你就能看出我多大啊？看吃相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上哪儿整吃的去？地瓜了，烤地瓜了。大爷，你来个尝个地瓜呀、啊。大爷，啊，多少钱一斤呢？我这还不论斤，那啥呀？论克。我的妈，论克呀？论个，啥克呀？都你啊，多少钱一个呀？50一个。你抢啊！不买走了。哎呀，大爷，我买俩。俩一百。买俩，只要你看出来呀，多少钱都中啊。主要看吃相，我就知道你多大呀。俩都，俩都吃。大爷，你看我看我干。你呀、啊？你也37吧。神呢？你咋知道呢？神吗？父神。怎么呢？你一进屋吵着把火，说自个37，我聋，你还聋吗？